大家好，这是一款川利生产的，然后在市场上很畅销的一个打包机，这是不分带的打包机。大家看到这个卡槽这里，它是跟电动打包机一样的，它是袋子直接就是放在这里面，不需要上下分开。然后这里有两个按钮，一个白色的是收紧按钮，一个红色的是溶接按钮，这是一个接气管子的一个万向接头。然后我们把这个空压机这个管子，这个一般是 1.0 大的，就是10个大的一个管子，然后配置的一个接头，我们先把这个接头按住，然后用力的往里面推，然后松下这个按钮，然后就已经接好了。然后我们拿一根袋子演示一下，把袋子要切断的放在上面，然后在同一水平线上，然后打包机斜45度进去，袋子放置在一起，这个跟电动打包机一样的放置在一起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卡槽，保证袋子在这个卡槽里面，然后这是收紧按钮，好，这是收紧的，然后溶接按钮，这个一般是3秒，然后这个整个动作完成了，然后这里有个导带滑芯，然后你提起这个拉，动作就完成了，动作已经完成了。